台电影界都是有开幕闭幕，在那一段时刻是有点魔幻的。赔钱了是我们的台北电影节的目的啊！今年有50个国家169部片第一次拍剧情长片，然后担任开幕片，我觉得这样的荣幸。宣布第19届台北电影节正式的开幕了。我觉得电影真的太难了，谢谢导演，谢谢。音乐这件事情，在你自己的经验和电影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今年真的就是所谓的入围就是得奖，580部只入围了12，真正成为国际这个非常重要的奖项。大家好，台北电影节的邀请いただいて。応援に思ってます。来年もまた読んでいただけるように頑張って作品を作りたいと思います。在荧幕上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人的成长，就是演员成长的，观众其实也跟着演员一起成长。你自己改变，觉得哇！有音乐的版本比较得你心的，请举手。我们里面探讨的议题值不值得我们更加深入去了解，这才是我觉得一个演员就是在接戏的时候最第一个考量。我很喜欢这个片子啊，出来的，但是呢，多知道通过那里面的故事，多知道舞蹈界。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谁？你为什么要拍电影？你为什么要参与这个行业？你有多少潜力在电影这个宇宙里面？上面是我们台北电影节的孩子，在我从事戏剧工作中，这是我第一个奖。我喜欢当个演员，希望当个演员继续带给别人梦想，我会继续演下去，谢谢。我的表演献给台湾，希望台湾可以在充满困顿以及困境之下，还可以保有我们的坚强跟温柔。